安尼无命无分，无命无分，无命。无命无分，可以困五年。阿妈，阿妈。从他那边走，拿走这个支票，今年不打。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？人家拐了就跑，我真的很想打他巴掌跟抓他头发。现在才，所以这粒彩虹真正有问题哈，我就知影这颗钱啊重哦，这颗钱啊重哦。大家姓林，大家人姓林啦。安尼无命无分，无命无分，无命。无命无分。安尼无命无分。可以困五年。我这个吃苦，我干无分哦，对着伊吃苦。是有比较冷，但你也太冷。对啊，我今天生病。伊就想讲，阿妈，阿妈。谁卡哦？阿妈，一定会遇到。阿妈一定会想要赶紧把土地卖掉。三万五万，从他那边拿一千万，应该是吧？好啊，对对对，拿一千万我还嫌少。好的，我今晚你走，我只是用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，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，还治其人之身，我自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还没，还未啦。你还要去加饲料？已经决定要去了。我人生就现在就是一团混乱，一团糟，什么都出问题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最后肯定是有人在搞鬼。他抢走我男朋友最不应该了。你想要怎么报复？这个我没想过哎，我真的很想打他巴掌跟抓他头发。我真的。抓花他的脸。那你觉得男朋友有没有错？当然有错啊，说拐走就拐走，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？人家拐了就跑。因为没钱了吗？也不能自理又太随便了吧？那一张支票真的是一个，你知道，突然这样蹦出一千万，他跟我的清创贷款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的钱。那怎么没有一开始就先找妈妈的一千万贷？也是自己做的决定，要创业这件事情嘛。那既然现在有问题了，当然想办法自己解决。谁知道原来阿妈还藏着快递？你要黑化了吗？你说我吗？对啊。应该不会吧？家里也没什么事情需要我黑化。我只是想想看，阿妈还有多少钱还没有拿出来。我给你拍过来看麦啦。你黏住我可以试开吗？不行。这空的窗啊，确实有问题。我哪知？对，这届我绝对袂放你耍啦。你还没去是吧？你还没走？不，刚刚就是你讲完就走了，我就马上讲完。所以，所以讲完是走他的。对啊，走他的。你走你的。哦，我走我的。这届我绝对袂放你耍。女生的关系吧，不知道我，因为男生，我再怎么聊，未来手是冰的。对，但是以前的时候，手跟脚会冰，现在脚是热的。哦，来吧，准备来喽。所以你们子宫来，我手有点冰。啊？他说是因为你有子宫的关系，是那也当告诉我，你出来一点点吧，谢谢。那你因为你短，那腿偶了。就是，呸。卖了袂乱讲话，好搞你拍这些。子生啊，你都怪你个鸡巴推出来。啊，这钱是为倒位来的啊？妈，妈偷的。咦，他妈的！啊，哎。道义有道啊。就是偷偷。就是我断章取义讲的这个东西。以前知道还之前之身。我现金来救你，所以怎么都退出？我就一直想到车，腿就不见了，哎。你看，那指头啊，你明明都这么骨啦，这么骨啦，这么骨啦，代志来不及这款的病，实在就不敢。是在救灵魂呢，阿姨，你们哪里了？
对不起 ，sorry。没事没事，我人气是很值得，平常的事没有。再一次就好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好。你刚刚讲 OK 的，很厉害了。对对对对，好。来，才几分，可怜我身边搞灰啦。没搞灰啊，没不能怎样。我乞丐，绝对没不好意思耍呀。脑子一直浮现，从昨天拿走那个支票，全部心都变了。你说我拿？你过来那一瞬间，我拿着。我想说，我在想，在讲，在康康，康给康啊。唔讲话，唔讲话。没啦，没啦。